近期中军在台海周边持续进行军事活动，我们的国军严密监控并且沉着应应，持续备战的训练，让国人看见中华民国国军的精实表现。我们不会升高冲突，也不会挑起争端，但我们会坚定地捍卫主权和国家的安全，坚守民主自由的阵线。我要请我们国防部在这一年务必在训场、训练和训能做到质跟量的强化和提升，让国军部队有更扎实以及更有效率的训练。再过不久，我们就要过农历新年了。我要再次感谢我们全体国军的付出，让国人能够安心过年。